如今我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难道爱一个人真的要错吗？虽然爱一个人很苦，可我还渴望一点爱。我怎么了？哭了吗？竟然爱他爱到那么失声，痛的最后哭了一。快乐，我不想爱他，却是更加思念他。牵我的怀抱，何时能换来？一个人真的有罪吗？或多或少给点安慰，哪怕自卑的怀抱。算了吧，忘了吧，陷得越深越无法自拔，因为自己受着伤悲也快乐。抖音